不要抽烟。他没有拿槟榔了，好不好？不要抽烟啊！莫名其妙叫我来，进场了，进场了，进场了，离开。Yeah. 敲碗说希望谁谁谁再回来，他是唯一一个男生被敲碗回来的。因为网友说，我真的看到阿达的脸，我都跟着喷。太过分吧？太过分。然后今天呢是一个黑社会特辑，也苦了。欢迎下一位糖果。太 OG 的名字，这个名字我刚才忘了。糖果有来，思雅。耶，嗨，大家好，思雅。很会呢。我记得我最有印象的是以前看黑社会的时候，看到思雅是他第一集的时候，14岁，民国70几，准备好，不会有找吗？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个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水母，水母头，还有那个，自我介绍一下，哎。你是历史学家，考古学家。进去16岁，我现在30岁，你14，我已经14年了，我已经后期14年了，现在超过14年了，好吗？我看你怎么看得快。我说强强啊，这10年你到底经历了些什么？怎么会变得如此的彪悍呢？还有你手上的林俊霞，到底要山峰到什么时候啊？而且我记得我在看黑社会的时候，是我觉得是我的小时候，我92年呢、啊。93年，谁可以叫叔叔啊？猜一对，叔一桃，在这里叔叔在这里。我们欢迎下一位，这一段讲古的要讲，看下面 Amy。偏烂的，不是，他是你们的烂的，哈哈，是荒谬的，我喜欢荒谬笑点。了解了解，对，那不正常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你刚进黑社会的样子。哇靠，好可怕，也是第一集吗？刘比前段这一段超屌，哇，太难了，而且刘比这段秒走超快。然后我的题目是，等等呢，我先一样的 key。小萱萱，瘦一点的叫我刘景萱，这是我亲爱的爸妈帮我取的名，收到的惊喜。哇，其实还是蛮有回忆的。而且我小时候就放很开的。然后你跳什么带蛙镜，然后你把拖鞋踢出来。对啊，我就不会跳舞啊，你要我跳我就给你们这种的、啊。可是你其实比起来那时候比较羞涩。对啊，那时候年纪比较小，但是我的本质是一直不变。你是新闻上直接给我抱歉，黑社会没拜托你讲，我把讲退出很久。哎、欸，爸，我要是被淘汰，要不把我淘汰，他今天叫我去练什么舞啊？那今天呢，这个人笑大赛一样是由左至右绕两圈，一个人准备两支好笑的影片。但是呢，这个有个例行的传统，就是我们会拥有我们的豆奶 girl。先播你的影片啊！我的影片真的啊，我的影片好笑。我跟你讲，我都走低级路线的。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我一看要检查大家的奶量。好的，来喽，拿起来看。
哇，它可以回收哎，它奶可以回收，不容易。什么？什么？什么？我刚才那搞什么？哎哎，我的同学们，哎，还是哭。Yes, yes, 可以。因为以前我们都要练舞嘛，练舞在家里自主练习非常重要。当你的妹妹跟你一起练舞的时候，嗯，哎，这是主持人，他连那个介绍这么荒谬搞笑影片都可以讲的，好像头头是道一样，好像有一回事。反正就是当主持人，有时候会不小心口误。哎呦，我要传远了，害他吐出来啊！哎呦，对我刚才就有点口误，大家讲话要特别注意这样。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主持人，他不小心有点口误。他以为这个冷笑是要准备笑话。对，我以为是。你跟我一样，我今天下车，我最喜欢跟他说，我也以为是笑话。对，是要讲哎。这个节目不是大家都期待用笑话冷笑哎。我跟你讲，我为了这个，我昨天就是还发那个现实动态，然后问我朋友。快一点啦！小美把阿慧的一只弄坏了，想要买新的赔偿，走到店里面跟老板说。我要买一只还阿慧，然后老板就给他一根火柴。天哪，糖果没看过拍这个的人笑影片没关系，但是这14年前的笑话都拿出来讲，可是他的太冰凉了，太霹雳了，太炫了，我整个人都 O R Z 哟。帅哥，太好笑了，就是每天找一只还阿慧，一只还阿慧就是台语啊。有听懂，太可爱了。阿兰，你今天不会又找别人找吧？没有，是他开的。看这 O 区的这个 O， 这个很听的，对，这很听，这个蛮意外的，但是你要注意仔细的是听他在声音上的传达。好大。我们再。为什么男生会笑啊？这个我看过第一次前几次的时候，我就在笑，这我看过很多次，但是那后来现在我要憋住。是一群要回成功岭的阿丁哥，对，他在田中小路很难开，然后阿北出自了，把我的那个计程车，然后阿北就开始抄一些山间小路，然
看这样，不会看这样。对对对，讲笑话。那老板是怎么这样子？哈哈哈哈哈！讲笑话，没有，今天还没有讲话，他还想更多。他打阿贝，都是阿贝。接下来是换到你的影片。对，是我上播的。Yes。吃芥末又用力，让你胃食道逆流吗？对啊，那个 B D G 真的很好吃。老师，没有人要喂养了，还没有喝啊？老师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会让人家很喜欢，就是因为他让人家觉得说你好烦的感觉。
你好烦。哎，我看过哎。你好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。真。嗯，辣的味道分很多种，有中辣、微辣、特别辣，重要还是想你啦。嗯，好烦。装饼干的装饼干盒，装化妆品的叫化妆品盒，那装我们的呢，叫做天作之合了。嗯，真好烦。嗯。我昨天晚上在看一看的时候觉得很好笑。我懂你的感受。哎，那怎么把它反过来？哎，你录这样，那我们再来看一看。今天真的是回忆满点啊，还有什么怀念的主题想看到吗？赶快留言订阅派翠克，然后分享影片留言给我们呢，下次见，886，拜拜。